面对瓦尔托宁，把这球找到了张宁，张宁再拔一个，哦，又有，今天状态确实好。是欢迎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中美大学生篮球邀请赛，也就是2019年 PAC 十二的赛季揭幕战的热身赛的比赛。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，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来对上北大跟苏大联队的比赛。我们首先来看，这边的24号格雷厄姆处在一个跳球的位置上。比赛开始啊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边非常快的进入到状态，林尼马丁这是球队的核心控卫。而他们的格雷厄姆呢，原本可能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列啊，但是这边连续得分了，张宁做出了回应。对，像刚才所说的，张宁这个打法，包括他的性格，就是比较大的等级三 D 来说啊，其实对于整个球队的帮助非常大。没错，他以前其实是打4号位或者5号位，但进入大学之后呢，慢慢的转型做3号位。而且呢，之前外界的在这场比赛上的表现，哦，险些让对方获得争球的机会，这边空切，张宁漂亮，意识不错。再给毛振宇，而张宁被贴得非常紧，面对劳伦斯选择往里杀，打板得手。两个人的身材啊，你可以说是互爆吧。爱德华兹他在上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37.5%，这是在 NCAA 的正赛当中啊。此时张宁也是频繁站出来，来为球队续上火力，十分的分差，连续两次突到内线，对上了爱德华兹，又是张宁直接拔，有。张宁的个人能力啊，确实是强啊，还是张宁来做这个工作，示意上来做一个掩护，赵伟清一直在挡人，张宁拔起来，3+1。张宁就是有这种自信啊，也有这种实力，能够在这种关键时刻去投出这种不可思议的球。这球其实是跟对方打了明牌啊，就是我，利用掩护要拔三分，看你怎么防。面对瓦尔托宁，把这球找到了张宁，张宁再拔一个，哦，又有，今天状态确实好。是，不记得。再看一下张宁这个球。更高一点，有，再给张宁拔一个，啊，又做到了对手的犯规。那这时候把景旭阳和周明正换上来，基本上是要打这个阵容里面最强的进攻点啊，没错，基本上都是换上来了。